大家好，上节课呢，我先大家介绍了用 PHP 使用 PHP 中的 MySQL 扩展去连接 MySQL 数据库，然后执行任意的 SQL 语句。那这节课咱们重点看一下执行 SELECT 语句，把数据查询出来，那获取这个结果集，如何操作结果集，然后显示给用户。好，我们打开，做一个应用程序，比如说 demo.php。这个我就不分开写连接了，直接在这里边写就行了。那上节课我们讲到第一步我们是连接数据库，使用的是建立一个 link 连接，使用 MySQL 下划线。连接的方法，第一个连接本机的，然后使用 root 用户连接到用户名是123456，然后连接成功了之后，当然这可以判断一下，如果失败的话连接错误就可以了。然后第二步使用MySQL 下划线 SELECT SELECT DB， 这是第二步，我们去把一个库作为默认的库，这里边咱们选择的是细说 PHP DB 这个库，如果失败的话也让它提示一下，选择 DB 错误。然后第三步就是执行 SQL 语句，执行 SQL 语句。然后第四步，这回咱们又多加上一个处理结果集，然后才关闭数据库。那这里边关闭咱们直接写就行了， MySQL 下划线 CLOSE close 关闭掉。看这里边咱们怎么执行查询的 SQL 语句 select， 这里边最好不要用星，你把这几个都写出来， ID 名字按照上一课咱们表价钱数量，然后 DESN， 当然了这里边并不一定全需要写，就看你需要哪个，从 shop s 这个表里边。咱说了执行查询语句才有结果集，如果执行其他的语句，咱们用这个执行，返回成功是真，失败是假。如果执行查询语句返回之后就是结果集，当然结果集也代表真，失败呢当然也返回假，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判断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结果，看一下返回的是真还是假。我们打开，你看一下，返回是资源 MySQL 结果集。所以呢，咱们就需要从结果集里边把结果拿到，然后输出给用户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个是获取结果集。那处理结果集都处理哪方面？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写一下，大体上分两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，当然了，从结果集中将这个结果集也是一个资源，将记录取出，因为结果集里边有几十行记录，或者几百行，或者上万行记录，对吧？第二个就是从结果集中将表的字段取出来，这是一个记录一个字段，然后其他还可以从结果集中取什么，可以取行数列数，以及从哪行开始取，只要我们能获取到这些东西，记录的信息、列的信息、行数列数，就可以完全获取结果集了。那怎么从结果集里边获取
记录我们这里边一共有四个函数，我们可以打开手册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个，我直接写一下吧，有这么几个函数，直接是 mycircle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，看一下，有array 获取数组的 ，object 获取对象的 ，row 获取行的，还有这个获取关联数组的，有这么几个。row 这是一个函数，还有 mysql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 assoc 这是两个函数，还有 mysql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array 获取数组的。Object 用这四个函数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获取记录，那它们的参数都一样的，都是需要结果集，这也就必须写了，不能省略的，都是需要的是结果集，用法也都一样，所以它们作用是，你看，一次性一次使用一次就从结果集中取出一条记录，那这一条记录，这个是返回索引数组，将一条记录以索引数组返回，这个返回关联数组，那关联数组的下标就是什么？下标就是列名，咱们列也叫做字段，叫做字段名。这个，你看啊，这个返回索引和关联，不是关键啊，是关联。索引和关联两个数组，一条记录以两个数组返回。这个将一条记录以对象的形式返回一条对象，所以他们一次取一个结果，那么如果再取的时候，取完之后会将指针移动到下一条记录，那默认是第一条记录，所以取完一次将指针移动到下一条记录，如果再取的话，再取就是下一条了记录了，那如果到结尾了，也就是没有记录了，则返回甲，他们四个作用是一样的。比如说我连接好数据库了，我先用这个来获取，比如说我用第一个 row 这个，那获取的一个值数据等于我用这个 mysql 下划线 row 使用这个里边传上刚才咱们上面获取到的执行完 SQL 语句返回来这个结果集，那我们来打印一下 $data， 打印一下这数据，我再输出一下空格，你看，默认就是从当前记录开始取，返回一个数组是返回来了，但是数组返回来的是一个空数组 result， print 应该 print 2，我这是输出的时候写错了，看一下，一 IBM 这个，如果我再使用一次的话。它开始，因为它取完之后已经往下走了，它就会返回什么？你看第二条记录，完了一次，你看一共这里边才五条记录，你看都可以返回。如果我再使用第六条记录的话，这个我就用换一个 var 下划线 dump， 你看一下返回来的就是甲了。所以它取一次往下走一次，那么我们这里边就可以不用这么费劲的去取，我们可以怎么取啊？
我们可以用一个循环，我之前给你保存一下 1.php， 你看我们就可以用循环 while 循环，你看一下直接这么取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一次也是取一次，当最后的时候如果它返回都是数组，那不非空的数组的当然就是真了，如果最后返回假，那循环停止。所以用这个可以把整个表的记录全辨认出来，看跟那结果是一样的。当然如果你看我换一个这个词 ASSOC， 那么取出来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关联数组，关联数组。所以这两个的抉择上面你选择哪个，上面以上两个没有什么效率之分，以上两个使用哪个看个人爱好，看个人爱好。你喜欢处理索引数组你就用第一个，你喜欢处理关联数组你就使用第二个。我个人偏向于使用第二个，因为关联数组我不用记顺序，我直接用这个名称我就直接想把哪个取出来就可以了，不用按顺序取，我个人比较偏向第二个。而下边那两个呢不建议你使用，比如说那我都说了我使用这个，那我可以你看一下这个呢是关联数组和，你看这里边数据是二倍，关联数组和索引数组两个都取出来了，你看既取出关联的又取出索引的。这个为什么不建议你用呢，因为它就相当于一个人背两个包袱，那肯定比较重，因为我们两个中肯定只用一个，没有说两个一起都会使用到的时候，所以呢不建议你使用这个，这个效率没有那个高。那是对象的形式呢 object， 对象的形式呢咱们用的时候也很少，因为咱们后期会自己写框架把它自己转成相应的对象，所以如果是对象的形式的话就是对象里边的属性，你看一下 object 对象的这边属性。那通过这个我也可以使用这个去调节什么，比如说使用这里边这个，我可以指定默认当前指针在哪，比如说这个行的指针找一下 SEK， 这没有，往上找一下，你看移动内部的指针用这个，比如说我在这块调用这个函数，当然都是移动结果集里的，比如说我从第三条记录开始找，你看一下这里边就是后边的两条四和五，从第三条之后开始找，默认从第一个开始的。所以这个呢因为咱们说了默认指针是第一条，这个默认记录咱们是可以调的，使用这个去调第一个，当然是结果集了第一个参数，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第几条记录第几行开始取，所以可以使用这个，这里边当然我们就不建议使用了，我们再保存一下。那我们用这种方式查询方式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表格输出，比如说你看echo table， 我直接写一个简单的表格吧， all in 放在中间，然后宽度等于800，然后 border 等于1 echo 斜杠 table， 当然表格得有表名，演示表，然后用 while 循环，一行数据等于
通过 MySQL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 ASSOC， 我说了个人偏向喜欢使用这个里边传上结果集，然后循环一次正好是一行，因为一行记录嘛，循环用一个 TR， 然后这个行呢又是一个数组 for h， 我可以用 for h 便利，也可以直接正常我们写程序的时候你用 for h 便利的话不好一个一个的去加链接，所以我们正常都把这个单个的都写出来。如果你用 LW 的话，这会儿我可以用 list 的那种去接收，把它变成变量，你一个一个写出来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这样 LW 这种，那我这会儿可以用一个 list 的接收，假如第一个是 ID， 第二个是 name， 第三个我们得看一下顺序，价钱数量，第三个这里边有价钱，然后数量，然后 DSN 描述，那我们这里边就可以输出 echo， 看一下 TD 写上 TD， 这样我们可以一列列写出来 ID name 价钱，然后数量 DSN， 你看一下我们就会有这表格了。哦，有个错误在54行，这块我们少写了一个分号，你看一下就可以出来了。这是经常用索引关联数组这样，如果你把它做成不是，刚才是索引数组，如果你可以做成关联数组的话，你看你还可以吗？不行了吧，因为前面咱们说过这个 list 的只支持索引下标的，按顺序来的，不支持关联数组。所以呢，如果选关联数组，我这会儿保存一下。你看，如果用 ASSOC， 你可以一个一个列出来。当然，我这里边呢，我喜欢用便利的方式的话，这里边 $RLW， 我这里边就不用把这些都写出来了。我再做一个便利。比如说 for h 便利 row 作为一列，这里边只要传 col 也可以，你看一下数据都出来了。这就是我如何获取记录。好，保存一下。那么他说了，从数据库里边这个结果集里边是获取记录，咱们有办法了，整个表的咱都能获取到，你可以把整个表都存储到一个二维数组里边，以后如果咱们用模板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分配给模板。那这里边咱们如何获取字段信息呢？你看表里边不能没有什么，从那个结果集里咱们不能说没有列名，你看没有列名，你知道这个12000是干嘛的吗？那当然咱知道咱是价钱呢，对吧？所以呢我在这里边就可以怎么的获取列的信息。怎么获取列的信息？跟刚才那差不多，列的所有信息你想获取到哪个我们都可以。比如说这里边获取名称，只要资源哪一列就可以。所以呢我这里边我得先找到一共有多少列，一共有多少记录，那我在这下边这会输出表共有多少列多少行，那这块用两个变量 $CoLS 列行 $ROWS， 有这么多列这么多行，换一行，那我得需要把这个行数列数我得获取到，用什么？用 MySQL 下划线，你看哪个是获取到列数的变量。我们可以获取到行数和列数，你看啊，通过这里边的这个就可以获取到字段的数目列数，这个就会有的行数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MySQL num 下划线 FIELDS
里边只要存结果集，就可以获取到列数 ROWS 等于 MySQL 下划线 NUM ROWS 行数，里边别忘了存结果集。你看一下，我就知道这个表一共是多少列多少行的。你看表是五列五行，你可以查询一下是不是五列五行。所以呢，刚才咱们说我现在就想获取到列名，当然你这里边可以获取到列的类型啊等等等等，当然结果集也需要释放，这里边 我忘记写了，有结果集，最后用完了之后我得还得释放，在关闭之前还得释放一下结果集。MySQL 下划线 FRESURT 释放一下结果集，结果集是谁啊 ？Result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边有行数有列数，刚才咱们点的那点开的一个获取列名、列的长度，你看啊，列的标志都可以获取到。我只先通过一个列名，第几列，所以第几行，这什么资源就可以获取到了。所以我做一个循环，假如说这个列数这个变量我放在前面，放在这个位置，行数我也放在这个位置，只是输出我放在下边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看我这块循环一下 ，for 循环 $fi 等于零 ，$fi 小于 cols 这个列的长度，然后 $fi 加加，这里边输出一个 tr， 再输出一个斜杠 tr。看这个，然后我在这里边就可以循环一次，输出一个 th 斜杠 th， 然后这里边连接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字段的名字，字段的名字里边只要存结果集，然后存第几列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结果，看这个，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别名来完成，因为它是跟数据表本身没关系的。比如说 ID， 我也给它起个别名，叫做编号，然后名称我给它起个别名叫做名称，这个起个别名叫价格。这个起个别名叫数量，这个起个别名叫做介绍。你看一下，取的是别名。当然我能不能取原名呢？这里边也有字段，有，这是咱们取名字，是取名称的，也有取原名的，你可以找一下都是哪个。当然咱们这个表字段也可以移动，你看一下，咱们用这个移动，比如说它默认我获取的字段是从第一个取的，我们也可以移动啊，但是这个都是没有必要的，我就不行，你也用不到，这是从结果集里获取这么多。那假如说把这个统一写到一个函数里边，你看啊，连接数据库，我这块写个函数，我就不说这了 ,faction, 你看啊，表 table 表里边传一个table name 表名，如果大体上是一个函数的话，这里边我还给你用上星的话，然后咱们就可以任意做任意表的演示了。这块那就是表名 $tab name table name， 然后这块也可以是演示表，也可以换成表名 $tab name。然后在释放结果集前边，我这儿加一个大括号，那我调用的时候，比如说 table， 我在这调用，我只要传一个，比如说我这叫 shops 这边，你看结果跟这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多了 shops， 对吧？那假如说我这块传别的表呢，假如说这块我这里边还有咱们那库里边，我记得还有 users 这个表，调用两次吧， tableShops 这边加个 S， 你看用户这个表也能获取到三行两列的。那这里边我记得还有文章的表，
ARTICLE。那当然这里边四列这里没有记录了，这表里边没有记录，也可以获到其他库里的表，比如说 DB 25.USERS 其他库里的表，你看 DB 25里的表，那我也可以获取到比如说系统里的表，因为我这是超级管理员的权限，你有其他库槽的权限，而且还有 MySQL 系统库里边的 user 表用户表，你看一下这边就是用户，我现在用的就是第一个登录的，它有什么权限都可以看到，保存一下 5.php、这就是我们处理结果集需要的。所以呢对于 MySQL 这个扩展模块，你知道这些就够你使用了。当然了我们这里边不光是表，只要这四个语句什么我们都可以获取到，你看啊，只要是这四个语句，假如说四个语句等于，只要你想获取到的在命令行上你能获取到都可以，比如 DESC 我获取一下谁啊，我获取一下这个表结构 shops， 你看一下看表的属性，我在这里边也一样可以获取到，看一下 ID 什么是否主键是否自动增长，然后假如说我想取出哪个是主键的，我就可以把这个获取到，都可以获取到的。好，咱们这一块还有时间，那么我就因为这个过程化的以后咱们写程序就不建议你用了，咱们都是用 MySQL 还有 PDO， 那个时候呢我再给你写数据库的操作处理类以及其他的东西。那这节课呢咱们还有时间，咱们就来设计一个分页程序，好吧。分页类设计起来呢比较简单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形式写出任意一种分页的格式，咱们这里边只先说一下分页的原理，下节课呢我会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页的类，然后呢供大家在以后工作中使用。那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下分页的原理，我把这些注释呢都去掉，还有这些用不到的咱们都把它去掉就可以了。咱们就拿这个函数来做，这里边呢咱可以选择任何的一个表都可以做分页，比如说咱们就用这个 shops 这里边，但是这里边表的记录比较少，所以呢我这里边就假设一下把这里边数据添的很多，连接进来选择这个库，看一下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，比如说shop 这个表插入名字价钱数量 des 描述，然后select 选择从选择 i 选择名字价钱数量 desn 就复制本表，再往本表里插入，从 shops 这个表里边价钱数量名字，对呀、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，得加一个 value 值，insert into shops 名字 name value 值，这里边有个错误，看一下啊。有一个错误，解析的时候看帮助手册 ,select 名字这个 shop from, 少写个这个啊。好，
又复制了5行、10行、20行、40行就够了。刚才这个语句不用加 s， 也不用加 v6， 只要跟它最开始写一样，只不过少写了一个 from。 现在有这么多数据，你看现在这表里边现在是这条语句没有用了，咱们开启的应该是这条语句。所有的数据拿出来，你看一下，81条语句。那为什么咱又分页呢？就因为这么多语句，用户如果看的时候，他不一定能全看，这么多都是他需要的。而且呢，如果假如说有100万条记录，你都这么输出来吗？肯定是不太现实的。所以呢，咱们把它分页让它去显示，这样的话咱们看哪页再去取哪页，这样的话效率会比较高，不会一次性把数据全显示给用户，所以咱就需要分页。那需要分页有这么几个条件，要知道总数，假如说分页数 NUM 就是分页数，比如说每页显示10个，那我还要知道总数。看啊，怎么能知道总数？我现在这有一条 circle 语句了，选择星或者你选择其他的一个 ID 都可以， TOTL 总数就是多少呢？就是通过 MySQL 下划线 NUM RWS 里边，通过这个结果集里边，我就能获取到总数。看一下，有了每页显示几个，有了总数，然后我还可以做一个当前的一个 URL， 比如说当前的叫 demo.php， 像这里边显示，也就是下一页也是请求这个 URL。 有了这三个变量之后，那我就可以获取分页了。那我在这里边输出的时候，这个表格这里边我就可以输出一个 td， 这块单独是一行吧， tr 输出 td 斜杠 tr。 那这里边我可以输出共多少条记录，这里边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到了 TOTL 放到这儿，条记录。如果你想让它变成出体的话，更明显一点的话，你可以这样，一共多少条记录，然后本页显示，当然这个格式你可以任意自己去操作，本页显示加个 B 标签变成出体。这个既然里边加大括号了，我外边就得用双引号，单引号里边是不能解析变量的。从多少显示这有个杠，假设我这有一个 star 开始，当然这变量还不存在，我们要把它算出来到多少条，然后空格现在是第几页，比如说当前页 C 配置，我用这个变量，那么页数配置 NUM 我用这个变量，然后再输出首页这里边加上 and 符 NBSP 分号，加一个空格，都加两个空格吧，这一个先去掉，首页这会儿加上尾页，尾页这会儿是上一页，这会儿是下一页。然后在这里边一共上边咱们看一下比如说等于五列 ARI 金，让它靠在右边，这里边一共几列，这个列数这块我用这个 COLS 来代替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输出的结果，共80条记录，本页显示多少条到多少条，首页下一页这块还没有呢，因为咱们这几个变量还没输出，所以还没有呢。这块我把它
放在这个位置上，再空一下格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一个变量算出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知道总数了，在这块这是每页显示的条数，显示的条数，然后这块有一个总记录数，总记录数这块是每次请求的 URL， 请求的 URL 位置。那假如说我想算出来，你看需要算出什么来呢？这里边总数，先算当前页是哪个页，然后配置，我下一页下一页请求的时候会加个链接。假如说下一页下一页的时候我会在这加个链接，会这样做。比如说 AHIF 等于斜杠 A， 这里边当然使用的就是我们 URL 这个，然后问号配置等于下一页是几，比如说等于2，那么我们一点下一页的时候请求最 AR 就把配置等于2传过来，所以每次我们都需要传一个变量过来的。那这里边我想知道当前页等于，我就可以判断有没有这个变量 $get 里边的配置变量 PAG 变量，如果有的话，那么我就用这个配置作为当前页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当前页就是第一页，所以当前页我们这里边也有了，你看一下，当前页是第一页，可以看到。然后一共分出多少页来呢？页数，你看我们下边用的这个变量页数，那页数怎么算呢？你知道总数了，又知道每页分多少个了，那么总数除以这个就是页数，当然有可能除不尽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是用割舍的方法呢，还是进一取整法呢？用进一取整法，也就是比如说一个宿舍如果有八个人的话，那九个人就得需要两个宿舍，所以一点几都让它等于二，所以用这个就可以知道总页数了。看一下，看八页中的一页，八十个，我们分成了八页，八页中的第一页。然后我们点下一页的时候，那就会把这个配置等于2，你看一下，我现在下一步就是等于2了，有这个了，这个下一页得用这个汉字。好，那我们这几个变量都有了，那么从哪开始取，我们这条记录还没变呢，所以呢我们这块是总页数，这块是当前页，当前页这块是总页数，然后我们还得需要一个 SQL 语句，选择星 from 从这块，我们传进来的是 table name 表名，从这里边还得有ordr order by， 假如说按这里边的 ID 排序或者组件排序吧，当然这个你现在排排序无所谓，咱们但是必须得有 limit， 从哪开始取，假如说我叫一个偏移量 offset， 从哪开始取，每页取几个，取 m 个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限制住。那么从每页从哪开始取呢？比如说第一页，当然我们就从第一条记录开始取了，那第二页呢我们从哪开始取呢？那这个 offset就等于，你看一下页数，假如第二页当前页 C 配置当前页等于2的时候，第二页减1乘以 NUM， 比如说第三页减1变成2，乘以每条10个，那就从20开始取，刷新一下，这里边没有成功，我们看一下啊，
offset 用当前页系配置。如果当前页是一的话，一减一等于零是可以的。然后 offset 从零开始取 num 十个。这块 from 从这个表明是 tab name， 但是我没执行，我再重新执行结果集。那我再说跟上面结果集不重复了吗？你这不把上面的覆盖了吗？因为下边再不用到这个结果集了，你是把它覆盖掉的，所以咱们用这一个结果集就可以 mysql 下划线 query 执行 SQL 语句，所以说不用再起一个变量，这个结果集会把上面结果集覆盖掉，上面只是为了求一个总数。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假如配置不等于二，它默认就等于一。刷新一下，这是有缓存，从零开始取十条，一直到一到十一取十条，八页中第一页。这是我们从哪开始取？这块是开始，都加上注释，开始取数据的位置就可以了。那有了这个位置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变量还没出来，当前记录是从哪条开始取的到哪条结束，比如说，那我们就可以从当前记录从哪开始 start， 我们就可以等于偏移量从这开始再加一，假如说我们这是取的数据是零，零开始加一就是什么，从第一条开始取，然后第二页假如说是十加一，从十一开始取，所以这开始在那个偏移量加一上基础上就可以了。你看从一开始取，结束呢，那结束有的时候 END 就可以是当前页数乘以 NUM 乘以每页多少个，比如说第二页那结尾就到二十吗，看一下一到十一，第一页一到十一，这条记录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如果是最后一页，如果是最后一页，假设我这里边数据并不完全 values， 假设我再存111，随便存一些数据，那最后一页现在假如说第九页，它一共九页，我这块假如说直接配置等于九到九页，你看最后一条是三条记录啊，那你这块是81到19了，你看这就不对了，对吧？所以呢我们就得判断是不是最后一页，所以怎么判断呢？如果判断什么，这个当前页是否等于配置 NUM 等于页数，如果当前页等于页数的话，我就让这个结束就是这个TOTL 记录数，当前页等于这个就是总记录数，否则的话才是当前页加，不是加是乘，当前页乘以这页数。这个我们看一下，比如说就拿最后一页来说，你看是81到83，这三条记录81到83，当然中间有一个空缺，中间有一个某个记录是空缺的，共83条记录嘛，就是81到83，这是结束位置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。那光有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还不行，那我们要知道上一页和下一页怎么做。假如说下一页，这是开始页，我们标上开始记录，这是结束记录，结束记录显示在我们这里边的是开始，本页显示多少，从哪到哪，多少页中的第几页。那看一下下一页，那下一页正常的就是当前页加一就是下一页，但是如果到最后一页了就不能这么做了，到最后一页就不能这么做了，那就可以判断一下，如果当前页等于配置 NUM 页数，如果当前页等于最后一页，那么这个页数比如说第九页，如果当前已经是第九页了，就不让它加一了，
我可以直接让它零，就假如说变成假。那否则的话才是什么？才是当前页 C 配置加一，这是下一页。那上一页呢也是一样的，判断当前页等不等于一，如果已经是一的话是当前页了，我也让它是假，否则的话我才让它什么，咱让它是当前页加一，不是减一，上一页应该是减一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这块就可以判断这个输出上一页下一页，就不用这么做了。比如首页如果刀了符当前页等于一的话，那就是首页，是首页的话，如果我不想让它点的话，我直接这么做就不加链接就可以了。否则不是首页的话，我想直接到首页的话，我直接加一个链接就可以了。在这块 AHF 等于比如说$ URL 问号配置等于一，就可以直接到首页嘛，斜杠 A， 你看一下，刷新一下，现在不是首页，一点首页直接回到九月中的第一页，显示一到十条记录，一到十条记录，看一下九月中第一页，然后首页就不能点了。但是如果点下一页，你看首页又可以点了，又回来。那这里边首页，那尾页呢，我们也可以这么判断，如果当前页等于页数，已经到尾页了，那么我们也让尾页不可以点，直接这么输出。否则的话我们也让尾页加上链接，只要我们在这加一个 A 链接 HIF 等于加上这个$URL 这个里边的让配置等于页数尾页嘛，最后一页就可以了，然后写上 A。 来，我们来验证一下可不可以，尾页直接到第九页，首页直接回第一页，到尾页之后这尾页就不可以点了。那我们就看上一页和下一页了。比如说上一页，如果$PREV 是真的话，有上一页的话，那我们就把上一页加上链接，否则的话我们上一页就不让它加链接，已经到头的话我们就不让它加，不链接过去。如果$NEST 有下一页的话，那我们就加下一页链接，否则我们下一页也不让它加链接就可以了。看一下这块如果切断上一页，如果有上一页的话，我这会加一个链接 HF 等于$URL 还请求这个页面，然后 PAG 等于上一页 PREV 有这个斜杠 A， 否则的话没有上一页。那有下一页的话，我这块否则这块也没有下一页。当然你可以把上一页下一页用图片做会更漂亮一点，对吧？但是咱们这个做实验就用文字来描述，就不用那么复杂了。当然这块不是等于二，等于下一页$NEST 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回我们实验成功，看一下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都在变化，看这下边的几个数据，直接首页，然后直接尾页，下一页和尾页都不可以点，上一页呢下一页可以点，对吧？再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下一页下一页都是好使的。那对于有的像其他的分页有很多种形式了，这只是分页的简单原理。假如说我直接想到第五页，这边有输出，那我直接在这写个五，就直接就会转到第五页。当然我可以在这做一个输入框，输入第几页，也可以在这做一个输入框，让本页显示多少条记录，你这块只要输入数字就可以了，显示多少，然后一点确定，它就其实让本页显示多少个，就是输入一个表单，让它改变这个值，改变这个值，就是让本页显示哪多少个了。那也有的呢，会在下边出现一个第几页的一个列表，然后点哪页就到哪页，也可以这样，
这都跟你自己爱好去设置。当然了，咱们现在这边写的是固定的，如果你一个项目中到处都有分页，那你这样每次都写一遍，那肯定会浪费很多开发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咱们下节课呢会给大家设置一个编写一个分页类。这个分页类呢，如果你觉得好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在各个项目里边都可以直接应用。当然这节课只是先说一下分页的原理，主要是我们看一下处理结果，输出结果我们怎么做。那在工作中呢，除了这个有显示结果，还有增删改查，其他语句都有了，就靠界面把数据提交，然后做成增删改查就可以了。后边呢，咱们会用自己的框架，会用那些咱说了这种 MySQL 这种东西呢，我没给大家讲太多，没有一个一个都给大家用一下，因为它基本上已经淘汰了。咱们在新做的项目中肯定不会选这个了，选 MySQL 或者选 PDO 来处理数据库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这种咱们得知道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已经开发完的产品还在用这些东西。这就是我们 PHP MySQL 扩展库的应用，希望大家呢能多写一些例子，将它用熟。最起码别人写过例子，用这几个写的这些函数写的，你可以看懂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呢我们就到这里。